好了，那么现在呢就要到我们 SH48 Team S5 欢迎新成员的时间啦，欢迎他们。哎，不要害羞啦，小朋友快上来，快上来。欢迎。哎，中间，在这个新春公演的时间里面呢，我们要欢迎我们的三位新成员，然后现在请我们的三位新成员依次做自我介绍吧。从谁？哎，你们要凹棒子是吧？好，给你们时间准备一下，五秒钟。五四三二一，好了，准备好了吗？你们谁先？开始，加油。嗯，大家好，我是 S N H 48 Team S 2的陈俊宇，然后很感谢大家今天来观看新春联合特殊公演，谢谢大家。什么呢？就是很开心能在这里见到大家，然后我大家别紧张，随便说点什么星座啊、血型啊、这兴趣爱好啊都可以。就是我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觉得陈俊宇小朋友应该是属于我们队最小的一个吧。现在你知道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吗？可能他自己不知道他有没有印象，我希望他没有印象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当时哦，我们年会嘛，年会的时候他自己背了一个粉红色的小书包是吧，然后跑过去，然后孙悦还是谁跟我说，哎，你看那个小女孩就是加入我们队的新的小后辈。我看到他之后我就倒抽了一口冷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刚才我们上电梯的时候他就站在我的面前，然后呢我是一种很不爽的，因为年会嘛，你们懂得我的运气，就是我，对，我本身对去年会这件事情就怒气很满，然后我就站在那个，就对，坐在电梯里面，他站在我面前哦，在面前，我说啊，不想去年会，就是暴躁，就是所以他第一次见到呢一个 S 队的大前辈呢，就是我暴躁的印象，我就非常害怕给他留下了我们队都是这种。希望你可以忘记这一切，大家都是很好的大姐姐们。嗯，好的，欢迎。过分了，过分了。好了好了，欢迎我们的陈俊宇小朋友，欢迎欢迎。第二位。嗯，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S2 的杨令仪。嗯，感谢大家今天来看新春公演，谢谢。谢谢。嗯，就很开心能够加入 S 队，因为嗯，对，就很开心，谢谢。好酷哦，也是真的不知道说什么。下一位，朱小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食物中名字最不雅、关于长相最可爱的毛蛋朱小丹，谢谢大家。说几句，就是我是九七生，然后是加入 S 队的新成员，然后呢从今天开始我就是 S 队的 S 喵了，然后以后也请前辈多多照顾，然后我也会尽量努力学习融入到这个队来的，然后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谢谢大家。Yeah. 好的，非常谢谢我们的三位新成员，然后呢也希望三位新成员以后可以在 S 队好好混啊，不是，好好加油，好好加油，好好加油，对对，以后就是大家都是一个队了，会照顾你们的啊。好的，谢谢，辛苦大家，辛苦大家，可以先下去休息准备一下，谢谢。
对，然后呢，我们在这边呢有个重大发表，欢迎完，你要先说吗？欢迎完了新人，好，然后之后有一个发表，我 SH48 Team S2 的莫涵，从今天起正式卸任 SH48 Team S2 的副队长，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帮助，谢谢大家。好了，到我了。对，我也有个重大发表，但是没有想到是我自己说出来，就是挺那个什么。好了，现在重大发表，宣布 SH48 Team S2 戴萌正式卸任 Team S2 队长，谢谢大家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可能大家会觉得有一点突然吧，但是就怎么说呢，都是我自己的决定，然后呢也希望大家以后可以继续好好的支持 SH48 支持 SH48 Team S2， 谢谢大家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接下来还有精彩的表演，敬请欣赏。好了，现在精彩的表演来了，就是我也是很意外这件事情啊，我相信你们也很意外。然后我现在的这个状态简直整个人是要颤抖的，然后临危受命，然后以一个空手接白刃的状态接到了一个 S 队的队长的职位啊。就是首先呢，我非常感谢我们前面的队长们，然后呢大家也是应该也明白的，就是我突然接到这个任务吧，我这个人也是很紧张的，一下子一个担子接到了我的身上，然后呢我相信大家应该肯定明白，就是 S 队是一个已经非常成熟的一个队伍了，然后我呢作为队长，我想我今后呢应该会更多的然后去帮助一下我的队友们的身心健康，然后帮他们调节一下，然后让我们整个队呢更加的团结，更加的积极向上，然后希望我可以做好，谢谢大家。好了，接下来请欣赏精彩的 Unit 曲吧。